熟悉嘅索多岛，呢度有好多新嘅嘢睇啊嘛！佢睇到嘅系另一车卡嘅车尾咋，令佢结识到新嘅朋友。我叫做 Hurricane， 即系飓风。我哋系实验火车头啊，Thomas。系实验火车头啊！哇，即系咩啊？我哋系实验车款，即系用嚟做实验噶。通过友谊同埋合作，朋友会互相帮助，渡过重重难关。你话佢系咪聪明嘅火车头呢 ，Hurricane？ 托马士大电影之冲出索多岛，最刺激嘅。12月22日，友情出发。